么？哎，好，你不要理他，你帮他拍坐在椅子上。好，你帮他拍短片，你坐在椅子上好了。不用理他，他可能现在注意力在我们身上啊。所以说，其实没有打算要玩那个。那就要跟你，那你们要跟他多相处一下，让他习惯一下。来，走。哦，好棒哦！对。他一直这一点都很好，都可以做得很。所以原则上他还是有比较难，可是我觉得已经好很多 了，只是说他还是有，因为我觉得那是他的天性，他原本个性就是这样。你看他就不要给我，他在我觉得他如果再瘦个3公斤，他下来会很漂亮。绳子，绳子。哎，王丽来了。三子，王丽真的是要人家抱，她是公主。对。王丽。三子。她自己跑去小房间。躲起来，对不对？没有。坐在那边，然后我就来我抱抱。王丽真的是很。